遇到菩萨圣道，请加入自己一位师兄，加入师兄，加入师兄。
夜无边，夜子方，金山作会地天福，信此此地大菩萨，内外一切诸众生皆离苦。Thank you.
Thank you.
香花节，弟
Thank you.
那我们要来开光，因为到我们开十点才要来开光，所以我们先开完老师再来收心哦。好，来过念九十四页下面。老去无始亦为成，老去无始亦为成，还原本来清净身，还复清净身，自信光明从此发，自信光明从此发，有缘众生尽沾恩，有缘众生尽沾恩。我再共念，佛是根尘世，佛是根尘世，习灭十八处，习灭十八处，一乘显实权，一乘显实权，色化诸尘逆，色化诸尘逆，开唵嘛呢叭咪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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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破无始无明，照破无始无明，还原本来清净，还原本来清净，同时放光现瑞，同时放光现瑞，随机应化众生，随机应化众生。再共念，光光交相融，光光交相融，清净或融或然通，清净或然通，佛眼如千目，佛眼如千目，照一体还同，照一体还同，开唵嘛呢叭咪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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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嘛呢菩提心，道场成就自心王，道场成就自心王，尘沙世界妙难量，尘沙世界妙难量，朱笔点开正法眼，朱笔点开正法眼，天下太平处处祥，天下太平处处祥。好，这个念头开顶光，顶聚宝，顶聚百宝，顶聚百宝，无畏力，无畏力，欧玛吼，欧玛吼，开眉光，开眉光，眉间常放白毫光，眉间常放毫光。好，我们开我们的五眼六通，我们开开这个眼通来共念，开眼通，开眼通，真见无所不见，真见无所不见，开眼光，开眼光，十眼普现周沙界，十眼普现周沙界，开唵嘛呢叭咪吽，开耳通，开耳通，妙闻遍及十方，妙闻遍及十方，开耳光，开耳光，妙耳闻声出苦轮，妙耳闻声出苦轮。我来开鼻光，开鼻光，开鼻通，开鼻通，普秀法界诸香，普秀法界诸香，鼻现香光庄严净，一切三光生眼镜，开舌舌通，演说妙法无穷，演说妙法无穷，开舌光，开舌光，舌闻妙法度众生，舌闻妙法度众生，开身光，开身通，开身通，分身成，分身层层刹刹，分身层层刹刹，千身普运度群伦，千身普运度群伦，开一通，开一通，人见三世群机，人见三世群机，心念幻法生佛国，心念幻法生佛国，开所烛光，神游太虚度众生，神游太虚度众生，唵嘛呢叭咪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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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来我们看一下哦，那个九十七页，来九十七页，共念唵嘛呢叭咪吽。
哦，看明白。不同哦，不同哦。顺哪里？顺哪里？破落托哪里？破落托哪里？慢哪里后？慢哪里后？我今天有四尊地藏菩萨啊，那我们又观想这四尊地藏菩萨得到加持啊，愿地藏菩萨的分身九华山的分身地藏菩萨切白化身啊，进入这个原先的这个佛像里面啊，来一实地安坐。哦，阿摩嘎。哦，阿摩嘎。不同哦。顺哪里？顺哪里？破落托哪里？破落托哪里？慢哪里后？慢哪里后？哦，阿摩嘎。哦，阿摩嘎。不同哦。不同哦。顺哪里？顺哪里？破落托哪里？破落托哪里？慢哪里后？慢哪里后？阿后。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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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后。好，来翻过来，翻回来。95页，第三页。95页。唵萨婆喇，萨婆喇呗摩喇，萨喇摩诃萨喇吽，唵萨婆喇。
莲法师，我们宗师姐，各位师父，各位师宗师姐，大家好，回头我，今天是我们整修哈，世尊的地藏菩萨，那我们今天也请了湛严法师哈来帮我们带领了我们各位我们经文所的同仁以及我们各位师宗师姐师父一起来开工哈。我想也是在这里真的非常感谢哈，我们慈悲协会帮我们哈，我们这里是我们第一座的纳古堂哈，那它在民国1974年到现在已经有38年，将近40年哈。那在这个期间，我们地藏菩萨老实讲就一直没有机会来整修，那这次真的非常感谢我们慈悲协会。慈悲人协会哈，那看到发现到我们的地藏菩萨也真的太老旧了哈，希望能够把它再重新整修啊，那焕然一新，那也在这里能够继续来保佑我们所有的先贤以及我们的信众啊，非常感谢你们，谢谢。好，我们感恩佛法的加持哦，还有感恩所有同仁，那我们继续要来送金刚经还有做超度哦。那所长要继续留下来吗？可以好 ，OK 好，好，那我们要开始第二个我们的金刚经。点灯好，那我们先点灯因为怕所长他看到有没有时间留下来。好，来拍一下灯，我们来点一下灯哦，因为等灯祈福在。那我们所长他们下午还有事情的、要考核，所以他们要先要离席的哦。那我感恩所长还有同仁，感恩我们非法给我们这个因缘机会的来这边把佛像开光哦，阿弥陀佛，好，感恩所长。好，大家，那我们先来为众生点灯哦。那我们就开始来说《金刚经》。恭请诸方法师升座。好，大众请坐。阿弥陀佛。好。我们请义工菩萨把灯放下去，我们先点灯。来，一起翻到20页。好，我们今天开光其实呢，佛像要开光吗？我们是一直想说，佛像要开光吗？佛像不用开光，我们才要开光啊！哦，我们人才要开光，佛像不用开光，佛像我们诸佛菩萨来来去去，不来不去，所以很多需要提醒他就来因为诸佛菩萨很慈悲啊，我们圣像是为了我们更世间的人来修福报，很多人就是嘉义慈悲协会发起的这个纳古塔的整修佛像贴金很多人都护持，所以我们要学习大家的护持这个佛像更庄严因为地藏经讲很清楚了，只要有人造佛像甚至地藏圣像就有十种功德家财永安兴隆升天，然后这边变成福地，然后所有人去除福报种种，所以呢有佛像呢，或者说呢末法时代呢，很多人呢生病特别严重，所以瘟疫的关系种种，所以呢福报资粮不够，那过去的处世大德是吧，都是劝众人呢造佛像，小一尊佛像供在家里，像地藏菩萨一般人误解说地藏菩萨不能供在家里，其实供在家里是最平安的因为末法时代地藏摩尼佛不是地藏菩萨，但是关于我们的菩萨还有这边成佛之前呢，所有的事情都是地藏菩萨掌管所以地藏菩萨呢管的事情很多，因为他发的大愿嘛地狱地狱会空誓不成佛，所以他为了过去的地藏菩萨在地藏心里面感到了光目女还有婆罗门女为了他们母亲创造了无间罪这个恶业的果报，后来呢为了度他母亲呢然后一日一夜的念佛念那个莲花目如来还有
天华定自在王如来的名号，那所以呢一日夜之后入了定之后呢，那跑到地狱看到地狱的果报，那所以呢发大愿呢，因为我母亲生生世世啊不做三恶道啊，因为他所有众生呢啊借着因缘呢啊发愿呢度尽众生才要成佛啊，如果众生还在三恶道里面啊，地藏菩萨不成佛，所以呢地藏菩萨发了这个愿之后呢啊，他母亲当下就就是升善道了，到最后一修到最后一样成佛所以呢都被佛受记了，所以呢地藏菩萨是陪伴我们所有人都成佛之后他才要成佛了，所以他的愿大不大，所以呢有什么事情呢多祈请地藏菩萨，多念他的名号，在末法时代修行有障碍的时候给他祈请地藏菩萨的帮忙加持齁。好，来二十页点灯宣文一起念，愿灯具成为等同三仙那仙世界，愿灯助锦城虚名三王，愿灯有锦城光明，此灯之处一盏灯炫于美村佛前，愿此光明消除三有井以下无间地狱以上所有无名之黑暗，愿此方诸佛菩萨施净土皆得显明心见，唵班达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嗡班扎阿勒比阿吽，嗡班扎阿勒比阿吽，唵嘛吽，悉有光明此灯烛，奉献前前千佛等，普于广大十方信，十尊恭行护法众，坛城慎重尽奉献，父母为首有群众，此生以及各所生，皆能亲见佛净土，愿与弥陀合为一，三宝三根众弟力，吾等如此所发愿，即请加倍速得成。内阿他班那只耶阿罗波的那一梭哈，对呀他班那只耶阿罗波的那一梭哈，对呀他班那只耶阿罗波的那一梭哈。供阿吽，供念菩萨心灯。大悲为由，大悲为由，大心愿为助，大心愿为助，大智慧为光，大智慧为光，愿此光明，愿此光明，照破照破众明，供阿吽，供阿吽。好，来把灯说一下。好，看到二十一页，我们就开始来做前行。然后大家还要念《金刚经》，希望呢，《金刚经》的这个空性的智慧有空性的福报，让大家都能够得到。因为呢，唯有空性才有办法超越自己的无明因为呢，所有人的习性，无量劫来得养成的习性呢，一辈子要把它打破很难所以呢，明心见性就见你的佛性但是呢，这个很难要长行觉的长时间的熏修每段不断的欲境界而转念，到最后呢，到无念而念的时候呢，没有念头可以转的时候呢，你就开悟见性了，变成这样，所以还是一样那个境界都是让你修炼的最好的方法。好，那我们现在看到二十一页。那我们各地也在努力他们用藏传的方法开光然后也希望这些这十尊的圣像得到加持希望来这边祭拜祖先的看到地藏菩萨的圣像生欢喜心，然后呢来供养地藏菩萨把这功德回向他的祖先，也跟着这边的所有那古塔的所有过去的父母众生会超度的，跟他们结这个善缘，就像地藏菩萨顶着五方帽把五方佛的功德融入在自己身上，让众生呢得到地藏菩萨的加持，为呢礼拜地藏菩萨，称念地藏菩萨，然后呢读诵地藏经地藏经讲的每十三日按照地藏经的方法去供养地藏菩萨，诵经哪怕一卷哪怕上中下卷就是一卷一去供养都好那能够把地藏菩萨当为自己专修呢相对的休息的障碍就会少一点，因为地藏菩萨还有六个眷属，临摹使者大力使者然后还有一个接天使者然后呢有那个这个大慈大悲天女慈上童子然后呢这些大护法，还有我们监牢地城长温地城都在护持地藏王上，还有所谓的梵天还有刀立天刀立天主的眷属都来护持地藏王上，所以呢末法时代呢唯有这些礼拜地藏王上供养地藏王上，这功德就不可思议，那你要有护法护持你，因为呢之前讲说佛是有空性的，但是一般的护法是没有空性的，那你要处理世间的这些没有
处理事情，事情没有办法处理的事情的时候，就找世间的护法。我们有出世的护法，还有世间的护法。如果你没有这些世间护法帮你摆平了，很多障碍摸上来的时候，人的障碍来的时候，你就很难处理了。所以呢，还是一样哦，有世间的护法、出世间的护法都要供养的哦。好，那我们现在来看到21页，在水中写嗡啊吽观世，有吗？对吧？所以可以拿起来。21页，嗡啊吽观世。好，各位念倒数第一行。观念两月十方三宝慈悲相持，慈水慈米普施法界，悉莫烦满同生喜乐，共证菩提。嗡阿吽，嗡阿吽。好，来随便放地啊，放地下。好，其三业真言加持来训练。嗡阿吽，十八万切达三万达玛，十八万切多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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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翻过来，我不上那页。哦，达达达达，多巴巴耶娑哈，一万步。哦，贝达巴，多巴巴耶娑哈，一万步。哦，巴提达，多巴巴耶娑哈。一声鼓励啊！哦，巴提达，鼓励多巴提，多巴耶娑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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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翻过来，甘露之时来训练。南无佛陀耶，南无达摩耶，南无僧伽耶，南无本尊释迦牟尼如来，南无阿耨多罗菩萨埵，南无一切罗天善神，愿以威神加恩普助，我今生请十方刹土，尽虚空界一切六趣恶鬼有情内，以三宝威神力故，悉是我所。来共念文中生烦恼心，文中生烦恼心，智慧长菩提身，智慧长菩提身，离地狱出火坑，离地狱出火坑，愿成佛度众生，愿成佛度众生，愿此众生超法界，愿此众生超法界，解为忧患。也为幽暗悉皆闻，闻者清净正圆通，闻者清净正圆通，一切众生成正觉，一切众生成正觉，若能欲了知，三世一切佛，三世一切佛，因观法界尽，因观法界尽，一切为心造，一切为心造，即佛本愿力，即佛本愿力，闻名欲往生，闻名欲往生，皆悉到彼岸，皆悉到彼岸，世世不退转，世世不退转，菩提真言加持，唵揭达毗耶萨婆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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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比丘加持，南无阿舍迦舍利那，三藐三菩提，悉智那，唵悉那那，唵波悉，揭谛揭谛吽。南无阿舍迦舍利那，三藐三菩提，悉智那，唵悉那那，唵波悉，揭谛揭谛吽。南无阿舍迦舍利那，三藐三菩提，悉智那，唵悉那那，唵波悉，揭谛揭谛吽。一心招行，一心招行，十方法界，十方法界，六道群灵，六道群灵，九幽十类，九幽十类，水入空，水入空，男女孤魂等众，男女孤魂等众，皆来此地，同享功德，同享功德，一心招行，一心招行，开软施化，开软施化，天非软动，天非软动，所有往生有情，所有往生有情，四十九天中一生，四十九天中一生，每天往生中一生，每天往生中一生，每日被屠杀幽冥，每日被屠杀一切污名，各种死亡众生，各种死亡众生，今生未生胎儿，今生未生胎儿，流产胎儿，流产胎儿。堕胎胎儿，所有有情，所有有情，此地百忧群内，此地百忧群内，地藏菩萨加持。愿地上菩萨加持，所有有情，皆能离苦，皆能离苦，发菩提心，发菩提心，同成佛道，同成佛道，一心超行，一心超行，与会大众，与会大众，个人历代祖先，个人历代祖先，七世父母，七世父母，冤亲债主，冤亲债主，皆来此地，皆来此地，同享功德，同享功德，愿超行。南无佛陀，利利利利多利三藐耶陀耶，南无佛陀，利利利利多利三藐耶陀耶，南无佛陀，利利利利多利三藐耶陀耶，南无佛陀，利利利利多利三藐耶陀耶。南无佛陀利利舍利多利三藐耶陀耶，南无佛陀利利舍利多利三藐耶陀耶，南无佛陀利利舍利多利三藐耶陀耶。也招请这是大随啊，那我们慈悲湖境内境外啊，所有往生动物有情都来此地，那是功德。好，来一切众生化解罗情世劫。哦，三多来一切多三宝喝，三多来一切多三宝喝，三多来一切多三宝喝。好，来。翻过来开眼罗座，随便拿起来开眼罗座，点点水，右手名字点水。哦，波波哩哩雪多哩，丹那一朵耶。哦，波波哩哩雪多哩，丹那一朵耶。哦，波波哩哩雪多哩，丹那一朵耶。哦，波波哩哩雪多。
地下。地藏加持愿受众生经文地藏圣道不堕三恶道，来一起念：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嗡波罗摩尼多利萨婆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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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波罗摩尼多利萨婆诃。好，观心大加持，南无大悲观心菩萨。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嗡阿耨多罗三藐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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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阿耨多罗三藐诃。好，来翻过来。三昧真言加持，嗡三昧耶萨埵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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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水杯拿起来，观想无量便的食物遍满虚空，面饭粥各种食物。嗡阿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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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阿吽。好，开始诵。南无萨埵耽他耶多哈日出帝吽，三摩那耶三摩那耶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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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萨埵耽他耶多哈日出帝吽，三摩那耶三摩那耶吽。好，甘露水咒，南无娑罗婆耶耽他耶多耶耽室他吽，娑罗娑罗婆耨娑罗婆耨娑罗娑婆诃，南无娑罗婆耶耽他耶多耶耽室他吽，娑罗娑罗婆耨娑罗婆耨娑罗娑婆诃，南无娑罗婆耶耽他耶多耶耽室他吽，娑罗娑罗婆耨娑罗婆耨娑罗娑婆诃。何供养，哦耶那三摩哇哈日来吽，哦耶那三摩哇哈日来吽。好，来帮忙说一说。那一般呢，我们在做施食的时候呢，都会用七粒米，最少七粒米，因为七粒米呢，在堂面里面是有表法的，表法的。第一米呢，第一颗一般讲说吃饭的时候要拿七汤匙出来啊，或者没有七汤匙，你起码要七颗米啊，七颗米代表什么？供养七位护法，七位护法啊，那是七位护法里面也包含佛啊，因为呢我们有一尊佛啊，在旁边里面有一尊叫不动明王啊，他是大日如来的化现啊，因为大日如来入了奴仆三昧，然后呢出现这个不动明王啊，尤其呢我们都知道日本的那个火供，我们都喜欢做烟供，但是呢上面有火供，那火供一定要靠各个堂面里面的不动明王的加持，不然呢你就不会成就了啊。所以呢他讲说，如果有人用七颗米呢，第一颗米供养谁？供养一切佛。第二颗呢供养所有贤圣身。第三颗呢供养一切众生。第四颗呢一定要供养不动明王啊，因为呢他是火供的代表，火供的代表啊。那像我们家上面里面讲说普巴金刚啊、大乐金刚啊，这些金刚都是不动明王的化现，因为呢第四颗要供养不动明王。第五颗呢供养谁？柯利地母，柯利地母就是龟师母，因为你要福报啊。那第六颗呢供养什么？柯利地母的儿子叫宾杰罗，宾杰罗童子啊，你才会更有福报。第七颗呢供养谁？供养四大天王啊，是因为我们这边属于四大天王，四天王天管的。然后呢，上面就是刀立天啊，刀立天管四天王天。那边我们离我们最近的就是四天王啊，我们很多人都没有去供养四天王啊，我们北方多闻天王啊，南方广目天王啊，东方这个是火天王啊，还有西方广目天王。然后呢，还有一个天王啊，所以有四大天王啊，你要四大天王要每天吃饭的时候供养一下。那你才会有福报啊，通过护念的法变这样齁。所以我们在打坐的时候呢，希望做结界啊，最好的方法请四大天王降临，然后同东西南北这样啊，叫什么风调雨顺，拿刀的叫风啊，然后调的拿什么拿伞的
啊，那风条条就是拿那个琵琶的啊，然后呢雨就是拿伞伞盖的哦、啊，然后呢顺就是拿蛇的，而且四大天王代表风调雨顺啊，手出四方，然后你坐在中间这样你就不会出问题了啊，所以呢打坐的时候更要提醒四大天王降临啊，守护啊，帮你做结界，这样更好哦。好，来我们看一下三十页。三十页，中午我们念一下哦。大鹏金翅鸟，晃爷鬼神颂，罗刹鬼之母，安禄西松马，嗡摩地娑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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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连指，好，虚空藏加持，我想一下啊，黄金珠宝，各种妖物，各种食物，遍满虚空，来请念。那么萨瓦丹达格达，巴尤比丘摩格德，萨瓦丹达五格德，萨瓦丹达一玛那达，那么萨瓦丹达，那么萨瓦丹达格达，巴尤比丘摩格德，萨瓦丹达五格德，萨瓦丹达一玛那达，那么萨瓦丹达，那么萨瓦丹达格达，巴尤比丘摩格德，萨瓦丹达五格德，萨瓦丹达一玛那达，那么萨瓦。好，不动佛，各种咒语加持，那有七色微微。南无不动如来，南无不动如来，南无不动如来，南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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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常静都可以来七佛的加持一起念，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顺如来，南无妙色身如来，南无广博身如来，南无离苦慧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顺如来，南无妙色身如来，南无广博身如来，南无离苦慧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顺如来，南无妙色身如来，南无广博身如来，南无离苦慧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宝器如来，南无宝器如来，嗡嘛呢叭咪吽咒哈，嗡嘛呢叭咪吽咒，南无无量威德，南无无量威德，自在光明如来，自在光明如来，南无地宝床，南无地宝床，摩尼圣光如来，摩尼圣光如来。
回向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恶魔，发愿劝佛护身，不退菩萨为伴侣。好，翻到80页，我们来布施药给众生，来药包换一下，来一起念南无。善灵真吉祥王如来，南无宝月是严光自在王如来，南无金色宝光妙行成就如来，南无无忧最胜吉祥如来，南无法海雷音如来，南无法海圣慧游戏神通如来，南无药师琉璃光如来，南无善灵真吉祥王如来，南无宝月是严光自在王如来，南无金色宝光妙行成就如来，南无无忧最胜吉祥如来，南无法海雷音如来，南无法海圣慧游戏神通如来，南无药师琉璃光如来，南无善明生吉祥王如来，南无宝月是严光自在王如来，南无金色宝光妙行成就如来，南无无忧最胜吉祥如来，南无法海雷音如来，南无法海圣慧游戏神通如来，南无药师琉璃光如来。如来琉璃光，念王庄严无等伦，无边行愿力有情，各随所求皆不退。南无东方净琉璃世界，消灾延寿药师佛。南无药师琉璃光如来，南无药师琉璃光如来，南无药师琉璃光如来。南无日光遍照菩萨，南无日光遍照菩萨，南无日光遍照菩萨，南无月光遍照菩萨，南无月光遍照菩萨，南无月光遍照菩萨。也提醒药王菩萨、药藏菩萨，加持所有众生，奉请随药大大将来一起念：南无恭毗罗跋奢罗毗毗罗班毗罗阿毗罗三毗罗宾达罗波夷罗摩诃罗僧伽罗沙婆罗毗羯罗金刚菩萨摩诃萨埵诃。哦，跟我念：哦，不毗达娑哈。哦，不毗达娑哈。不比拉说哈，嗡不比拉说，嗡不比拉说哈，嗡不比拉说哈。好，来继续念：南无药师会上佛菩萨，南无药师会上佛菩萨，南无药师会上佛菩萨，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好，药师观音真言加持，来药包拿起来观想，自己变成药师佛，抛出来世的光，加持所有众生，来请念：南无本师佛，毗毗沙奢俱卢毗沙帝波罗波罗僧伽耶那摩揭陀耶阿耨罗帝。三藐三菩提耶，南无大梵天上师毗沙师毗沙师三藐揭谛娑诃那摩婆伽梵天毗沙师俱卢毗沙婆那婆诃那奢耶那那揭陀耶阿耨罗帝三藐三菩提耶，南无大梵天上师毗沙师毗沙师三藐揭谛娑诃那摩婆伽梵天毗沙师俱卢毗沙婆那婆诃那奢耶那那揭陀阿耨罗帝三藐三菩提耶，南无大梵天上师毗沙师毗沙师三藐揭谛娑诃。行走三遍。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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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他二人比二人比四人比四人四人我觉得这是三毛八的说法，对呀他二人比二人比四人比四人四人我觉得这是三毛八的说法，对呀他二人比二人比四人比四人四人我觉得这是三毛八的说法。普贤宾众，哎呀他为毛的为毛的我哪去这里，这里毛的去哪里，在哪里一哪哪里一毛的说法，对呀他为毛的为毛我哪去这里，这里毛的去哪里，在哪里一哪哪里一毛的说法，对呀他为毛的为毛我哪去这里，这里摩利去哪里？任罗比一哪哪里？利摩利说哈，哪里来？哪里都会都可以帮罗比去的是莫能不能少佛，很好佛。然后呢，这个药师法门呢，在末法很重要哦，因为现在很多人得癌症，为什么？食物污染、水污染、空气污染。因为你想不想要得癌症的时候呢，你要每天关修一下啊。药师经讲得很清楚啊，啊，把一杯水啊，准备一箱矿泉水都好，每天啊，对这个矿泉水念108遍的药师观想真言。然后呢，啊，如果是有空的话，念药师经。没有空的话，你要吃圣号，一直加持，拿来喝。然后呢，如果在念咒的时候呢，是观想真言的时候呢，就开始观想六道众生呢，尤其你身上呢，身上我们身上有病啊，变成什么黑血、黑烟、黑血的黑色的血、黑色的烟啊，从你的啊这个肛门啊排尿的地方排出去啊，或者脚底排出去啊，或者手指呢喷出去啊，一定要观修，观都叫一根的观修，业障才会消除掉。
然后呢，所有的什么讨报债主，我们身上也有附很多好讨报债主，你要变什么黑蛇、黑蝎子、黑蜈蚣啊，黑蝎子、黑蜈蚣、黑蜘蛛啊，一样从你的肛门啊、你的排尿的地方排出去，一定要这样观修，不然呢它就排不出来啊，一定要这样用这样意念观修的人，它就可以出去了啊。通过药师佛的加持，就通过他的咒语的加持，这样你身上就会啊，所以月经债就会离开了，变成这样。如果你没有的话，你一直念，虽然业障消了，他身上那跑爆带也消了，但是他没有办法离开你身体，因为他们跑进来之后就跑不出去了。你要观修这个啊，清醒把它排出去，这样去就可以消除业障哦。不然很多人得癌症哦，不知道怎么化解。好，来八十三页，我们来念一下，解缘师姐一起念。然后要包帮忙抽一下哦，身上拍一拍哦，然后看你哪里痛，自己痛一痛。哇，嗡啊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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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来，要不要帮忙说一说？一切众生化解一种解缘师姐，解的众生因何业？起心别地发贤成，心对佛前求解决。药师佛，药师佛，消灾延寿药师佛，随心满愿药师佛，解缘结，解的众生因何业？起心别地发贤成，心对佛前求解决。药师佛，药师佛，消灾延寿药师佛，随心满愿药师佛，解缘结，解的众生因何业？起心别地发贤成，心对佛前求解决。药师佛，药师佛，消灾延寿药师佛，随心满愿药师佛，主念慈悲度王药师佛，慈悲度王药师佛，随心满愿药师佛，随心满愿药师佛。好，继续下面来佛说八句偈句。诸有众生类在佛界中者，行住于地上，及虚空中者，慈爱于众生，令得安休息，昼夜勤专精，奉行众善法，回向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不厌倦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好，那我们把宝贝陀罗尼先收起来，画一下金刚经啊、如果你要有福报，多念金刚经，因为金刚经的感应太多太多了啊、有一个人呢，啊、有一个人啊、他没有纸，没有钱买纸啊，然后呢，他说我要抄经，怎么抄？他就用他的手对着天空抄经。啊，金刚般若啊，每天都用手在那边让对着天空这样写字，写经。他们呢写到最后呢，这个地方啊，人家旁边都下雨，这个地方就不会下雨啊。这个他写的地方就不会下雨啊，每天都朝着这个地方一直写经的、啊，所以那个地方变成什么加持的地方。所以很多人哇，为什么旁边都下雨，只有这个地方不会下雨？所以那人在那边就盖个庙在那边啊，供养金刚经。啊，所以呢，啊，这是真实的过去发生的啊，这个公案哦，因为啊，没有纸抄经，用手对着天空啊，坐在这边对着天空写，这个以后这边会变成加持很大的地方哦。好，那么现在来念金刚经哦，啊，给所有诸位啊，提升空性哦，来看到第二页，哦，进口页、进分页。祈求三界尊贵，你是法。
众生
生无不我相，人生众生相，众生相无法相，亦无非法相，何以故？是诸众生如心趣相，则会诸我人众生众生如趣法相，即诸我人众生众生何以故？如趣非法相，即诸我人众生众生是故不异趣法，不异趣非法，亦是亦故。如来常说如等比丘，是无说法，如法于这法上一者，何况非法？须菩提，云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来有所说法，也须菩提，也如我见佛所说，亦复有定法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亦复有定法。如来可说何以故？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不可说非法，非非法，所以色和一切现身皆以无为法而有常。须菩提，彼云何多人满三千大千世界，其方已用不是世人所得，不得令为多。须菩提，眼神都是色，何以故？是不得，即非不得。是故如来说不可多罗不有人于此经中受持，乃至此句经，为他人说，即不生彼，何以故？须菩提，一切诸佛及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皆从此经出。须菩提，所谓佛法者，即非佛法。须菩提，于意云何？须陀洹能作是故，得须陀洹国佛。须菩提，言佛言是者，何以故？须陀洹名为如流而无所入，故土色声香味触法，是名须陀洹。须菩提，于意云何？须陀洹能作是故，得须陀洹国佛。须菩提，言佛言是者，何以故？须陀洹名以往来而是无往来，是名须陀洹。须菩提，于意云何？阿那含能作是故，得阿罗汉国佛。须菩提，言佛言是者，何以故？阿那含名为波那而是无波罗阿那含。须菩提，于意云何？阿罗汉能作是念我的阿罗汉道果。须菩提，言佛言是者，何以故？是无有法名阿罗汉，是曾多阿罗汉作是念我的阿罗汉道，即为作我人众生受者。是曾佛说我的无生三昧人众虽为第一，是第一地狱阿罗汉。我不作是念我是地狱阿罗汉，是曾我若作是念我的阿罗汉道，是曾则不说。须菩提，是要阿难那行者亦须菩提，是无有行者亦须菩提，是要阿难那行佛告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行在燃灯佛说，于法有说得佛是尊，如来在燃灯佛说，于法是无所学。须菩提，于意云何？菩萨庄严佛土，佛也是这可以故，庄严佛土者，则非庄严是名庄严。是故须菩提，出菩萨摩诃萨印度是身清净心，不异诸色身心，不异诸色香味触法身心，因无所住而生清净心。菩提，譬如有人深入须弥山，于意云何？是身为道佛。须菩提，言身道是则可以故？佛说非真实名当身。须菩提，如恒河中所有沙数，如是沙等恒河以云何？是诸恒河沙名为多。须菩提，言身多是则当诸恒河沙多无数，何况其沙？须菩提，我今是言告汝，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一起饱满而说恒河沙数三千大千世界，
以用布施等福都恭请菩提，神通是神佛恭请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于此经中乃至受持此经典，为他人说而是福德神仙福德福慈是菩提，虽说此经乃至是此经，当时是出一切世界天人那修罗皆因供养如佛塔，何况有人情能受持度诵是菩提，当时是人成就最上第一稀有智慧，如此经典所在之处，则会有佛若尊重弟子而持续菩提白佛也是此当何名是经，我的与佛同是佛告须菩提，是经名为金刚般若波罗蜜，以是名字如当奉持所弥陀何须菩提，佛说般若波罗蜜，即非佛和波罗蜜，须菩提云何如来有所说法，须菩提白佛也是此如来无所说，须菩提云何三千大千世界所有最真实会多佛，须菩提言神都是真，须菩提诸位成如来说非为成，是名为成如来说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须菩提可以三十二相见如来，佛也是真，何以故如来说三十二相，即是非相，是名三十二相。须菩提，若有三男子三女人，以何何三人生名，不是我故有人以此经中乃至受持此句偈的，为他人说其不甚多，何事须菩提闻说此经，甚切以须涕泪悲泣而拜佛，即有此尊佛说如此甚深经典，我从昔来所得慧眼，未曾得闻如此之经，是尊若不有人得闻此经，心心清净则生思想，当此时然成就地狱，即有功德是尊是实相，则即是非相，是故如来说明实相，是尊我今得闻如此经，须心切受持不住为难，若当来世后五百世岂有众生得闻是经，心切受持之人则为第一，是有何以故此人无我相，人相众生相受持相，所以则何我相，即是非相，人相众生相受持相，即是非相，何以故离一切诸相，则名诸佛。我告须菩提，如是如是，若复有人得闻是经，不听不怖不畏，当知是人生为己，有何以故须菩提，如来说第一波罗蜜，非第一波罗蜜，是第一波波罗蜜，须菩提全如波罗蜜，如来说非人如波罗蜜，何以故须菩提，我阿悉为隔离王隔界圣地，我于二世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何以故我于广西界界世界是若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一生成恨须菩提，有念过去于五百世作人如仙人，与何说是无我相，如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是故须菩提，菩萨以利一切相，法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不异诸色身心，不异诸色相，为诸法身心，一生无所住心，有诸色为非诸是故，佛说菩萨心，不异诸色，不思绪菩提，菩萨为利益一切众生，因如是不思如来说一切众生，即非非相，有诸一切众生则非众生，须菩提如来是真于色，是于色，如于色，不狂于色，不异于色，须菩提如来说的法，此法无是无虚，须菩提如菩萨心，住于法而行，不是如来如安则无双，如菩萨心不住法而行，不是如来有末日
众生须菩提，堕胎乃是若有三男子三女人，能于持戒受持度受，能为如来以佛智慧悉知识人悉见识人，皆得成就无量无边功德。须菩提，若有三男子三女人，初日分一恒河沙等身布施，中日分度一恒河沙等身布施，后日分一恒河沙等身布施，如是无量百千万亿劫一生布施。若复有人闻此经典，信心固定，其不生彼，何况数千受持度受，为人皆说须菩提，有言之此经有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边功德。如来为法大乘者说，为法最上乘者说，如有人能受持度受，广为人说，如来悉知识人悉见识人，皆成就无量量无可住无有边无可思议功德。如是人等则为后大如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须菩提，若要小法者，诸佛现人现，众生现，受者见者于此经不能听受读诵，为人皆说须菩提，在在处处若有舍身，平天世间天人阿修罗所以供养，当时持诸者为是他皆以恭敬坐立，为当一处华香二三七处不思须菩提，三男子三女人受持读诵此经，若为人亲见，世人现世罪业因多而造，以及世人情结故，前世罪业则为消灭。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我念过去无量阿僧祇劫，于燃灯佛前得知八方十千万亿那由他处，我悉皆供养，成是无空过者。若复有人于后我世人受持度受持戒者，得功德与我所供养诸佛功德百分不及一百千万亿分，乃至上述比喻所不能。须菩提，若三男子三女人于后我世有受持度受持戒者，得功德我若即说者，或有人闻其则恍然惚疑不信。须菩提，当知是经已不可思议，故报已不可思议。何时须菩提，白佛言：世尊，三男子三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云何因住，云何下菩提心？故告须菩提，三男子三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则当生如是心，我以灭度一切众生，灭度一切众生，以何无有一众生是灭度者？何以故？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则非菩萨所依者。须菩提，是故有八法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则须菩提，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佛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说，佛于燃灯佛说，无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佛言：如是如是。须菩提，是无有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若有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燃灯佛则不与我同体，如于来世当得众目好持迦牟尼，以是无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故燃灯佛与我同体，众持戒者如于来世当得众目好持迦牟尼，何以故？如来舍弃诸法度一，若有人言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是故有法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如来所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种无实无虚，是故如来说一切法皆是佛法。须菩提，所言一切法皆是为一切法，是故名一切法。须菩提，譬如人身相，须菩
阎佛陀是佛名菩萨和毗卢如来说庄严佛陀这几非常是毗庄严须菩提若菩萨同那无我法身来说明真实菩萨须菩提如是如是，本心是何相？观如来佛眼。
菩提多依三世而相观如来色三轮色王尽是如来须菩提白佛言是尊如何解佛众所依不依依三世而相观如来都是世尊而所见多依色见我以一生求往世人心现在无人见如来须菩提如如众是念如来不依具足相故得了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摩诃萨如来不依具足相故得了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如如众是念发了多罗三藐三菩提则说诸法当灭摩诃萨何以故发了多罗三藐三菩提则依摩诃萨断灭相须菩提罗菩萨以满恒河沙等七分七宝不施若有人持一切法无我得生于人此菩萨神仙菩萨所得功德须菩提以诸菩萨不受福德故须菩提白佛以是尊云可菩萨不作福德须菩提菩萨所作福德不可能受是故受不受福德须菩提若有人言如来如来如去如作如我世人不见我所说以何以故如来则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故名如来须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以三千大千世界虽为未成于云何是为成中宁为动物成都是真何以故若是为成中是有者否则不说是为成中否以则何不说为成中即非为成中是名为成中是尊如来所说三千大千世界世界是名世界何以故若世界只有此是以何相如来所以何相则非以何相是名以何相须菩提以何相则即是不可说但凡夫之人谈作经须菩提若人言佛说我见人间众生见受则见须菩提可解我所说以佛之尊是人不解如来所说以何以故之尊说我见人间众生见受则见即非我见人间众生见受则见是名我见人间众生见受则见须菩提发了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一切法应是世事如是见如是心皆不生法相须菩提所言法相则如来说即非法相是名法相须菩提若有人以满无量佛身其世界其宝是永不是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发菩萨行者持于不是乃至是其其等受持度众为人言说其福身彼可为人言说不去于相如如不动何以故一切有为何如红幻泡一如如一如电影作如是观佛说此经已长老须菩提起初比丘比丘地有婆塞有婆夷一切世间天人那时候都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般若无尽长生夜南无佛揭发地菩提多波罗蜜多依达是他唵诃利帝利室利所度智三昧利智佛舍利娑诃那摩婆伽伽利婆利那婆罗蜜多依达是他唵诃利帝利室利所度智三昧利智佛舍利娑诃那摩婆伽伽利婆利那婆罗蜜多依达是他唵诃利帝利室利所度智三昧利智佛舍利娑诃金刚心真言唵呼伦尼萨婆诃唵呼伦尼萨婆诃唵呼伦尼萨婆诃不缺真言南无阿那达那多那耶耶揭那揭那俱足揭足摩那摩那呼那呼诃诃苏达多摩摩摩多萨婆诃南无阿那达那多那耶耶揭那揭那俱足揭足摩那摩那呼那呼诃诃苏达多摩摩摩
提娑诃吽萨摩那萨摩那毗摩那萨瓦诃摩诃娑迦那摩吽萨摩那萨摩那毗摩那萨瓦诃摩诃娑迦那摩吽萨摩那萨摩那毗摩那萨瓦诃摩诃娑迦那摩请起，读诵《金刚经》功德，读诵《金刚经》功德，读诵《开光功德》。
等下回月供待会再来念哈，先我们歇一下哈。何须修法功德？何须修法功德？所有善业功德。所有善业。过去所作。过去所作。今日已作。今日已。未来将作。未来将作。所有善业功德。所有善业功德。回向法界众生。回向法界众生。回向嘉义慈悲协会。回向嘉义慈悲协会。那菩萨。那菩萨。所有圣像。所有。方丈开光。方丈开光。照相，照相，所有功德，所有功德，回向所有护持者，回向所有护持者，及所有家亲眷属，及所有家亲眷属，与会大众，与会大众，所有六亲眷属，所有六亲眷属，同享功德，同享功德，罪障消除，罪障消除，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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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障消除，一切满愿，一切满愿，不病发财，不病发财，所有功德，所有功德，回向此地，回向此地，所有那菩萨一切有情众生，所有那菩萨一切有情众生，召起来所有众生，召起来所有众生，与会大众，与会大众，个人历代祖先，个人历代祖先，七世父母，冤亲债主，冤亲债主，同享功德，同享功德，百由群内，百由群内，所有往生有情，所有往生有情，同享功德，同享功德，罪障消除，罪障消除，永离三途，永离三途，往生净土，往生净土，愿以此功德，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普及一切，佛等与众生，佛等与众生，皆供成佛道，皆供成佛道，南无地藏王菩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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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地藏王菩萨，好，那我们开始了，我们开始把这些食物呢、药呢，我们到旁边要放的地方放好一下，然后再来整理一下哈。那我们等一下再来奉送，好，感恩大家。好，我们当来，我们请那个。哎，各位菩萨，师父，